再度前来挑战国标舞。这次法比欧为了要突破自己，他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功课。第二次就是新的挑战，因为我会玩 Rumba 跟 Tango， 阿根廷 Tango 跟恰恰。恰恰好难呢，真的，我不适合恰恰，我觉得真的很难。你看我练恰恰几个礼拜，我瘦了6公斤耶，真的超级难的。因为恰恰除了节奏以外，它还有一些动力的运用，所以我采取的方式就是先让他把舞步记熟。那其实他在短时间之内把步子记熟之后，我就开始做基本舞的训练。基本步可以说是国标舞的基础，在伊琳老师严格的训练之下，法比欧的恰恰逐渐进步。但是在练习的过程中，他们又遇到了另一个难题。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？是我运气好吗？lucky。因为那个动作如果你很硬，就不好看。所以那个古卡拉恰的时候啊，就是回来的时候要那个手从前面回来，可是我会有时候会忘记，所以我会从前面。可是因为你的 shoulder 在前面，所以你看起来很硬，都不好看。从基础开始学起，力求完美的法比欧坚持每个姿势与舞步都要做到最好。而这次他的表现会如何呢？There's something there.谢谢法比欧，李依琳老师带来的致命的诱惑。